说他要接电话，你搞了这边啥来？我还上去帮他撑个十分钟。这三包四包。上台湾先发动上熟的啦，发动最先来啦。这帮牛排要吃，要吃牛排无？这地是澳洲三人啦，八一千。那发红包，我看大家都走了了。实在是礼拜，我咧发一千，你们在笑。我礼拜发一千，三个咖啡，有一个咖啡两分的。我问一下，因为若无人，我先甲收掉五百。准听我讲者，我讲者，我甲你讲一解啦。无人，我先来收掉。我礼拜发一千个啦，吼，礼拜发一千个啦。啊，即拢甲收掉。一五百，一五百，因为今仔日收有两只，啊，这先用二麦打者，兄弟，啊，不歹看。你阿伯，你讲虾啊？吼，阿伯，你咧讲虾啊？我一半胖个，我想要甲你。这地足好吃的，规地足够的哦，新鲜的。这菜市仔咧坐，我甲你讲实在，有钱无得买啦，无找无地摊咧买啦，规地拢包，百百包，但佫两百块。规地你来看见了，又炒得好吃啊！我问一下，我若无我提这虾哦，这大哥啊，大哥你人咧看虾啊，咱先给人坐，足够的哦，足好吃啊！你看见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。拢好啊，拢无人来，两百股有无？无就是无啊，无嘛是无，我再讲落去啦。好啦，无我先收掉，来小等下啦，换鞋啊啦，换鞋啊。来，咱讲实在，啊不安尼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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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问一届啦。来，啊一包吧。我是三十公分。我实在是袂敢爱困呢。阿姐，我提这个物件是对你家己的良心啊，实在是。咱遮吼有足侪人提，都唔知外口咧卖啥物价。来，最后一届来一包无？一句，两句，啊，咱走来发第三句。那遐啊来。没错，就是三十公分，又薄又大。手六条，两只手六条，卖浸水哦。我好，你怎啊？甲背后双双互我来，背台上互我，无当安尼，背台上互我来。水鸟啊，这鞋啊现捞啊，到早花哦，来两百。明天有事。到早花啊，你看一下，听一下来，来两百。哎，鞋啊要吃，到早花啊鞋啊来，来个两百。啥物啊？这卖鞋个两百，还卖足久，够足济啊。搁两包，搁两包无，搁两包无，无人来。我即摆甲你问一下啦吼，啊，我即摆甲你问一下，恁要食乌龟啊无？小螺仔，小螺比较少见。进两百五块啊，卖讲百五啦，我招一个人客，大只五块去啦，来两百块啦。大只是细只啦，这一只卖到七十八十的啦，五块啊要接过来啦，来两百块啦。来个两百块啦，五块啊个两百啦。
我过个两包吧，我过个两包吧，无人爱。那我搁问一下，你要食啥？我点一袋啦。黄花的，较袂无聊。阿伯，你敢要海黄花啊？阿伯，这海黄花最后春节要了啦，要大只啊，切了刚好啦。这海黄花，我甲你招一个人客，我甲你招了啦，才三百条。这只也卖八十，这大只，你注意听我讲一下，我甲你讲一届。啊，你注意听我讲啦吼，才三百。来，阿伯叫你，这以后要看看。来，时间好，这倒来先好看。这尾黄鱼啊，下早卖百三嘞啦，这今仔黄鱼这大只哦。来一包吧，来一包鱼啊。你我买三点菜，我咧看时间，要几点啦？要食啥？要食啥？那个 Michael 还目前单身哦。
对啊，以前在做啦，我知我知都做啦。这个，你还有我不要去包圆三百，个百个还做平啦。走，你看下无？要当纠察队的，先准备好500个账号啊！去两包，去两包，个百个，没有，个百个，好吧？阿贝，你也三百，阿贝，你也三百，三百，去两包个百个，无要收掉啊！我咧赶时间，急的，嘿啦，足好食，死啦啦，急要调。啊，唔，这地足好食，来百块啦，啊！你要考哟，你要考来，你要考来啦，要考200啦，考两百，考嘞。我先做无。先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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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我卖啦，我用五啊，太紧啦！你听我讲啦，吼，歹势啦。来啦，我甲你讲啦，你要多你，过来换虾米啦。四老板啊，你啥也无买，当时啦。好啦，你等一下啦，坐来到这啊，你等一下，你注意听我讲啦，这若无卖，这小弟等一半，甲叫等一半，等大约5分钟啊。我一包卖80个啦，我平常咧卖拢卖200-105啦，要百五嘛无要紧啦，今仔第三包，这包打发本钱加回来啦，3包200啦。啊！这蟹肉放要吃过来了，这规矩的怎么吃？这温美乃滋好吃，这3包200。这看时间无人买，我就摆落你啰嗦啊！小姐，你要这多利哦，啊200-108啦，微微调就好啦。这物件啊，一寡啊较少条哇，直接条哇，这直接都是无啊，较少条哇，啊多点单较嘛少少。哎，较少条哇，较少，够有人来无？这春节尔无啊，这春节三四项我都不挑，多点个摆济。你要吃啥？这200-108搁一遍无啊，包起来，拢过啊吼。也无真多，我甲你讲过啊。这包起来卖100块啦，最后剩只尔啦。啊，包起来100，啊，这钱啊包起来要吃搁一遍啊，无啊啦。这包起来搁100，下面啊。哎，红宝枣。有甘条啊，母甲只歹看着，包十五咯，干迄个无代志，迄个咧卖50块钱诶，剩一百无啊，真正，你妈咧甲拜托一下，咧过伊哦，等偌济，咧我甲你讲，我这啥诶，我甲卖掉啦，甘条啊，迄母甲只歹看，一盘盘咧搁落价哦，这真正超过100-120个哦，一盘上底价，我卖搁咧阿伯讲讲笑，这鸡翅肉一盘70块钱咯，这总剩只无啊。70块了啊！这一两行啊，有诶无？我先甲好掉，好无？桌顶爱摆甲万千万百啊！迄几块，只套丢吼，下再超过你啊个。只套丢吼，2斤重，我最后招一个人去，有咧听无？只全部拢来170条，只超过250块呢，170句，172句，安尼我看170搁倒咧，搁倒一句啦吼。拄食一个咧问啥物个啦，我毋知伊走去未啦。啊，恁注意听我讲者啦，这啥物我照本钱也卖袂掉啦。刚讲一句嘛无啥物啊啦，剩300块摆一块雪梨啦，大块雪梨剩一块啦。啊，恁要加买啥物个，注意听者啦吼，开200吼。
这像伊大条的啦，大条的啦，像这只红车，你卖一斤200，这大只，这两只，这放下来100，这四只200，五只、六只、七只，我问一下就好啦，免问伊啦。来这200，这阿伯较细声个来。来给你们看他是不是。来，注意听下，要食啥物，搁200块。来，这盘啥物，搁200块。可以今麦都一定坐风啊，三级降二级啊，今仔讲是变二级啊。飞机卖完，你免烦恼啦。迄飞机若卖完，我甲你讲过啊。飞机卖完，我拢送伊就好啦。真正啊，我较等下一摆50块啦，看下去啦，看卖完我输你啦。要小输者无？大长股哟，即四盘贵啦吼，注意听我讲吼，小弟，我即摆提即地就对，敢若即地会再讲下即地，我823啦，四盘我算盘，一盘两盘，你要倒一盘，会使先定先看，无要紧来。你要哦，七百啊，来你要哦来，啊你要十块的，我看问一百，我你看时间啦，七百八搁你要哦，无死我啦，你民主的时代，什么人袂使点菜？要十三点菜，我讲要进来，要十三，讲，喂，我问者，我招人客要吃，我问者，你要十三，我讲的，用讲的，你若不爱讲，我就不爱看，较袂无聊，爱十三，上班了，爱一百二要哦。飞机又过嘛，来提来，真济，恁大家是第好来，豆豆来，哦，我先来讲者豆豆来，真济足济，要食啥拢有就对啊，桌顶若看会到，大部分拢有咧来，这飞机员即摆真正无啊，注意听哦，这飞机员偏乌的哦，这飞机员一百啥物啊，来再骗一个来，啊，我再问一个来，这飞机员主动钱的来。一百块吧。看飞机员这大盘，看一百块少一个啦。看你，恁这是有啥物？恁是？恁是规日拢少年时落来个，来点菜，搁点啥？要食啥？八杯鱼哦。啊，加虾啊。要食啥？虾丸。那八杯鱼先来啦吼。我先甲你讲一下啦吼，这两尾八杯啊，我招一个人去吼，这一只会再开到100块你卖，啊卖讲笑啦吼，两尾总来哦，一届两尾啦，一尾歹卖啦，来200。我买啊，含迄嘛拢卖，含迄两尾拢要卖。迄花枝啊，迄先花枝啊，啊包括八杯啊吧。来，我甲你讲哦，那迄个算百杯，这嘛甲你算百杯，啊你若卖你别人买，百拢无啊，这一只会再我卖一只，那百杯都拢无啊，因为。你话就是先当先看消息啊，啊，即摆即个先来，注意听者吼，我甲你讲实在，要泰国回你家来，我尽量袂你发烧咧。啊，你若要惊就对了，我甲你讲实在。我买票，我买票，我买票。你要啥？丸啊，哦，雪梨丸哦。来，这雪梨丸，大家拢食较条的啊。这要搁贵些啦，但是下下再买，无要注意听哦。即台泰国回来，我问一个人者，即台泰国是两斤重消费啊？我白甲你讲拢笑，我算到三杯，人买600块啊，200。有无？泰国烧200。来，我搁甲你问一下啦，要食三点菜，八只啦，要食完啊，要食啥？干贝。来，阿妹你等一下啦，这个大姐你等这个完啊啦，算你完成完的。啊，搁含咩？肉，含咩？鸭肉丸，上蒜安尼啦。我是让你气死呢，搁咧咧上蒜，上你个头啊，上蒜。哎，唔讲鸭肉丸。好啦，来，我甲你讲两包算你完，一包鸭肉丸啊，来你要个，三包你要个。够有人买？四包，我要四包啦。你要四包三？啊，看有黑无啊？黑。阿爸有阿公。好嘞。第一包包十个吼，两包啦，你听好无？四包三张你买无？三百三。恁咧出价啦，要三二啊？知啦，我讲问一百三三你买无？这无拢出价啦。三啦，卖三的话，这无拢出价啦。这卖歹管啦吼，我讲三少啦。你开价开三，一包90块，这也卖啦，这阿爸人。等你喂，恁干了要干咩？鸭肉丸，你等下甲煮汤煮火锅落去吃。
我看你若无人在做，我就卖阁讲耍笑啊！安尼浪费大家时间嘛，无意思啦。肉切啊，你要干杯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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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。我直接去讲诶。李亚三丢了，阿弟，李亚三丢，马进来，我叫李亚三丢了，丢了，我丢了。即个花五百，七点的花，啊，咱无讲笑，两盒啦，两盒啊，两盒要到两斤重的干贝啦吼，三百条啦。啊，无需要搁啰嗦，你若感觉伤贵，就咧看啦，一斤虾仁都唔呐，搁三百，两盒干贝，有无？有无？来收掉啦，我讲过啊。另外，我咧赶时间，你若下下咧来，即下你对下咧讲啥？五百的也够有啊。五百搁足济啦，来只肉质啦，我先花一百，你菜场的人家要食肉质啦无？一百少济，有人咧点菜无？来来来，肉质来扛啊！上尾是有人会晓食啊！我手抓这条肉，这条菜菜要一个四五十个啦，够有无？啊，剩只尔啦吼！注意遐济啦，时间无早啦。啊，肉这个一百啦，来头前啦吼！啊，要食肉这个要一百啦，你赶时间啦。这肉这个外口咧卖足贵，送你个啦！啊，这肉这个一百。啊，肉这个搁问一下啦，啊，肉这个搁一百，肉这个落干煎煎煎的落去吃，肉这个外口咧卖足贵个啦，啊，肉这个一百。这一只肉，这个我咧卖三十块，你买袂着啦，三十啦，一千块卖，这一斤两百几个啦，五六只就一斤重啊啦。一包肉这个搁问一摆啦，啊肉这个搁一包，啊肉这个一包。啊，这鱼啊，足小的啦，下下才来啦，卖你俗，你买倒你，啊你要吃啊，遐唔是啊，你徛咧看啦，搁一包吧。阿爸，这个搁一包无？阿爸，这个搁一包无？阿爸，这个搁一包无？安尼啦，要吃无？什么吃啊？我最后搁一届最听啊！等到等我来开，我来买袂啊！我个性就是安尼哦。两包，包。我讲过啊吼，要上互恁，你跟大家目睭闭较紧的哈。我嘛买袂就买袂啊，提了我就买袂啊。我讲过，提了我就买袂啊。你讲提三包出来，我嘛买袂啦。哦，来注意听啦，这只剩只两三包尔啦，这包内底啊，差不多要到二十只，这大只，这叫做四香王啦，这等下你甲豆油饼来用钱啦。这包四香王嘛，菜市啊，若要餐厅要吃就对啦，即摆餐厅足贵个啦，餐厅要共买起来就对啦吼，煮好就对啦吼，一只真个，差不多要二十块银啦，五只一包，讲买无够啦，卖花两百个啦，卖花百五个啦，一包就好啦。四香王一个两个来收掉，我讲过来。我一定要买鱼啦！即个你拄则咧讲啥？五百啊！五百啊！五百啊！看卖下，看卖下。我看卖下啦吼，好啦，都咪使看啦，五百咧，好啦，好啦。哎，啊你即摆遐哪会遐薄？你遐遐厚的呢？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所以咩？所以讲卖遐紧，好看卖咧，有买无买无要紧就对啊。因为我咧卖是算，咱讲实在嘛，算重量咧卖，较大块，我摕这个你看啦，我搁摕这上细块你看。几个都在我冰箱里面，我没有特别。啊，这咱讲实在，啊，但是卖遐紧。这一地、两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，不管就是话，你感觉咧会合，你再来买，因为这小东西、大地、有东西、小地，你听下无？